大家好，我是施新文老师。我们今天要来拍一个蛮特别的实验，就是为了庆祝我们超过1000订阅，所以我们要来拍这个影片来感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喽。好，今天要。凸透镜哦，好，大家仔细看哦。把光线最小的那一点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先来找。好，找完之后靠近我们的蜡烛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烧到镜头啊？好。